其实我很感谢，就是说，因为这个团队可以让我更接近，就
更能够亲近我居住的地方。那我们在那边经常是水沟啦，或者野江花上面，就人 站在那个马路上，那你将眼睛看，经常就可以看到那个台北树蛙啦。所有观察的青蛙里面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一次在内湖的一个地方。那我先介绍一下，那内湖的这个蝶园呢，其实它离美丽华很近啊。给我这样的机会，好，谢谢各位。
志工的一个感情，然后让大家可以做资讯的一个交流。所以是线上课程我们再会做一些的变化，那实体课程我们会希望就不是坐着上课，我们要多一些探究。那像这次赏蛙比赛大家印象很深刻对不对？宝安或者是像新竹那边就是直接跟新竹市公园，那台中是跟这个保育协会，台湾保育协会那边做合作，可以通过教育的方式，然后来让各个层面的人了解到，不管是蛙类也好，或者是栖地保育。